为难了，真是太难了。我搓一下，再搓一下，你一级学个 Q，你还跟我拼？我他妈！对不起，戳你一下。这个中风躲得我有点猝不及防，这个扭身确实还可以，有点东西。给我中风！这武器的扭身还可以，戳一下，平 A， 平 A，Q 闪接点炎。别砸了！哎呦！哇，我好难过。在疑虑和恐惧之间，亚扎卡纳伺机而动。平 A 没 A 到。防御塔砸我两下，哎呀，有点难受，不行啊，这得好好玩了。永恩打武器可不能劣势，劣势没法玩了。我给你个大嘴巴子。还有传送啊！你已经炸了，小炸吧，那炸也没办法。中风，一戳平 A。滑了，接戳！我只能说不能拼了，中风，不能拼了啊！这波一定不能再拼了，他找我们拼，我们也不能拼了，滑了他，戳一刀，往回走，接中风，哎，没闪。我还划了你呢，回家了。灵界非常古怪，是一面镜子，一个反向映着我。漂亮。别打，别跟他打，别跟他打，别跟他打。右边小绿人，左边武器大师，给小绿人得了，别给那武器大师了，那武器大师我可受不了。呀，没戳到。把好补的都给他封了，并非命运，中风，划了接戳接平 A， 保护也没用，保护。你给我还行，一换一可以接受啊。
这波你表面上看上去好像是我们互相谁也不赚，但其实我们赚了，因为这个兵线一定会被炮车推进塔。啊，这种兵线我们跟他换其实是赚的，正好我们出门，这些兵线全部会被这些小兵跟防御塔给吞噬掉，知道吗？武器大师回来最多补到两个刀，都撑死了都。看啊！而且他没回来。永恩这英雄啊，攻速不快，玩起来是真不得劲儿。吃他打皮！中风，我大走。没事，只要不中他的减速就死不了。但是打了我一个大招，武器现在三个人头，我们零个人头，他身上还有个红，这不是一个好消息。本身他就克我们，你知道吧？这玩意儿就扛着我们。一上来中风，我得走啊！这不能打，中风没中，划了一手，他好猥琐呀！中风 ，A 接戳，接滑了，戳一刀，接 A， 接 A， 不能打了，接戳一刀，再戳，一上来中风滑了，戳回来，吃药。他应该有传送。恶魔形态各异，这波我要杀他了，他再不走，中风滑了，戳一刀，再戳，一上来，中风 W 接大招，点燃戳一刀回来。收，一心一战，回家了。这波梦魇来的不错啊！太多人一心逃避，那逃避是不可能的。我出狂风之力吧。出一把狂风之力。如果面具戴得够久，你就往中路走一波。
滑了，直接戳平 A 一上来戳一刀。白隐有点问题呀、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这波下路有兵线，我们只能去下路了，往下路走一波。自从那个羊刀永恩不能除以后啊，这英雄我就没咋玩过了，不厉害了。玩中单还行，上路天敌太多了。我们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塔皮。扛塔，戳接大招 ，A 接戳一下平 A 接收，接中锋平 A 平 A 接戳一刀，给我嘲讽住 W 接戳接平 A 接平 A， 戳一下，走，我操双杀，关键这凯隐连身都没变。你给我下来，没穿墙。又是你小绿人，回来吧，往下面走来，先杀凯隐来，中锋杀我走呗，我可以飞回来，你能吗？该回家了，我们还一个大件都没有呢。差不多该回家了。这凭啥回家呢？就搞不懂了。戳一刀呀，戳两刀溢出来，中锋 A 收回来，完了啊，确实应该回家的，正好碰着凯隐，碰了个爹。哎，拉克斯为啥没在这儿呢？那拉克斯，别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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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全死了。
等我来。先扫一下啊，一上来戳街砸吧就走，潇洒。我大回来中风 A 剑戳，一上来 Q 闪点炎接中风 A 剑 W 收，不进了。不进再来点啥呢？现在绿叉不爱出了，攻速太慢了，没有以前攻速加的快了。一上来中风甩 A 接戳接走，戳一刀 W 溜，再戳狂风之力戳一刀，一死。高手杀一从不回头，中推我回来了，哎，回来一小下，中风一过来 A 接戳接 A 接大过来戳一刀 W 回来走位，真追呀、啊，人有点多呀，兄弟们。永恩还出什么装备呢？第二件无尽没用啊，怎么没用啊？我们100%暴击。每次都是同样的收集者吧。有的时候我也收集银血配春哥。行不行？往我这儿走，我马上到。一上来大过来 A 接戳接 W 接收先，好，拉克斯也得死，滑了。这梦魇攻速有点快呀、啊。
给我下来，砖墙，也怪你。恐惧吧，啊，先恐惧就能跑了。啊，那这也能跑。来个收集者，不把饮血戒。没事，这三个人呼一块啊，那武器大师根本点不着人，知道吗？感觉跑的还是有点慢呢。而且攻速也有点慢。面具再多，没有 ，F 6被收了，可以找凯隐的，他好像搁这打石头人呢，啊，找他去，给我大过来，戳一刀平 A 平 A 接中风，先烧拉克斯。揪一下呀，戳一下平 A 吸血再 A， 唯五杀，没接上，唯五杀。萎了，我先把他收了，戳一刀 W 接住，这玩意打人真疼，还是春哥吧，来个春哥，杀小黄毛，你这攻速这么快，都划了他。破败好一点，破败也行啊，这都行，其实都可以。这个359，这个395，那不行，那差40多点攻击力，算了吧，饮血剑吧。面具戴得够久，你就会忘掉后面的那张脸。打个大龙，最好是让大龙呢吐这个锤石，这样我们打他伤害不减半。
升个十六级。一打五肯定不行，打不了。我这英雄没办法一打五。太脆了。只能说这么慢慢跟他们玩儿行。来戳一刀，我也玩够了，差不多了。中风接大招，小绿了 ，A 接戳接 W 溜往前走，来回来，有点远。愿你的灵体找到你们过的恩人。一下中风 W 溜 A 接戳接，叮，我走了。戳一下 ，W 戳一下，平 A 平 A 加中风，我怎么死的？这砍野伤害有点可怕呀！可怕呀，砍野！大军压境，已经没有办法再守得住了。我感觉永恩能从直接从中路一塔打到中路高地，能不能？